昨日晚间，本所员警于龟山区万寿路二段巡逻时，眼尖发现行驶中黑色自小客车，车牌松动，感觉飘飘的，于是积极向前拦车，提醒车主要将车牌锁紧。年轻的驾驶人神色慌张，让员警警觉有异。查询车号后，果然发现该车车牌目前正处于被吊扣的状态。询问驾驶后，才坦承目前悬挂的两面伪造车牌皆是网购买来的，全案依伪造特种文书罪移送法办。警方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，以免得不偿失。有被拔过？有。啊，后来怎么再装上去的？因为我只是今天想要出门的一次。车牌哪里来的？车牌网上订的。假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是想要出门的一次啊，对不起。你这样是伪造文书，大家就拔掉了。没办法啦。来，你来一下。Hello， 你来一下。你这车牌哪里来的？啊？你这车牌哪里来的？不熟。来，你蹲下。你这车牌是真的假的？我自己也分辨不出啊。分辨不出啊？这牌照谁装的？我来问问看好不好？是假的吧？摄影机连线中，然后它会跳画面吗？它重新开机的时候大概需要二三十秒的时间，它就会跳出画面。好，那我等一下。Okay。
是没有壳，有点那个。好，出来了。